杨玉一直在惦记着丽琴手上的那盘东西，吃不完给你，吃不完再给你，真是。Hello， 大家好，我是松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海南旅行一个比较痛苦的经历啊。我们在做晚餐的时候呢，就差点被蚊子给蛰死，还好我提前有所准备，买了蚊香，而且不是一般的蚊香，而是一大盒一大盒买的蚊香，这边卖蚊香都是这么一大盒卖的，知道吗，丽琴？看一下我的那个蚊子咬的，看丽琴被蚊子咬成什么样了，不像个人了已经。什么就不像了？脚里面到处都是这些小蚊子咬的，它不像是那种大蚊子啊，大蚊子的话你随时可以拍死它，因为你看得见，它是那种很小很小的那种叫乌丝的那种蚊子，这里也有吗？看不见，而且咬人非常的疼，一咬就非常痒的那种。我们就总结了几个比较好用的小方案可以分享给大家，用来避免一些蚊子的叮咬吧。首先我们是用了那个蚊香，蚊虫那个，对，就那个驱蚊的，放哪去了？用了两三种吧。要买的话就买这种有避蚊胺的这种，虽然说有微毒，但是效果相对于这种的话比较好一点，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不明显。这个的话，如果你那个伤口那个蚊口蚊子叼过的地方，就是抓伤了，你再喷这个的话就会非常的疼，但是也有效，可以避免一点蚊子叮咬嘛。嗯。再者呢是用户外的话就直接用蚊香，如果没办法，如果被叮咬了之后没办法了，就用那个驱蚊水吧，就在身上喷一下。户外做饭有时候像我们经常户外做饭的话，还是要多备一点蚊香。点蚊香的时候就把周围的草给对泼湿，泼湿就不会点燃，一定要注意那些野外防火。在车上面睡觉，有点乱，现在没有整理。我们还买了一个小的那种电的驱蚊的装置，一晚上只要打开的话，真的晚上一点蚊子都没有，特别是这种密闭空间，买那种避蚊胺比较含量是比较少一点的，儿童用的那种就非常安全，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之前很少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因为其他城市的话它不像海南这边，其他城市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冷的天气，没有那么多蚊虫。现在海南的天气的话呀，已经算差不多夏天了，所以非常多的蚊虫，大家可以尽量往海边开，如果在野外驻扎或者做饭的话，尽量往海边开，风大的地方它也没有蚊虫，也会避免掉一些蚊虫的叮咬。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三个小建议，我觉得还挺管用的，但是我们也是被叮的体无完肤，也没什么发言权啊。对啊，现在被叮的要死。Hello， 大家好，我是翁基，现在我们在万宁，这里是当地的一个很有名的广场，开了一个比较一般的一个酒店吧，外面挺鸡巴，但是里面很一般。
有没有搞错啊？真的有点恐怖啊！等一下让大家见识一下。开门，立行。地板上全部都是小卡片，全部都是，一大堆，没完没了了。妈呀，这个真的是非常猖狂，非常猖狂。算一下，二三十张随便都有。不过总的来说，酒店里面还是挺干净的，还带有一个阳台可以看外面的风景。总的来说，这个酒店算是很可以啦，因为这里已经算进入一个旅游区，我们也开不了比较便宜的房间了。这个房间是120块钱人民币。也是挺便宜的，也算是比较便宜了。旁边都是一些300-400块钱人民币的房间，而且跟这个差距其实也不大。这边其实每天都有人搞卫生，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房间算不算是个例啊。这边我刚看了有人搞卫生，应该每天都在搞，但是那些小卡片也是差不多每一个房间都会有一张露出一个边边角角，没有露出来的估计还很多很多。连外面这里下面都很多那些小卡片，我的妈呀！我感觉来到这种房间我就特别没有安全感，想翻一下看一下哪里有没有装那些隐形的摄像头之类的。那个电视机的。有点担心呢，因为之前没有遇到过像这样的情况的，有一两张算比较正常，但是。到处都是，我就比较怕了。我看有的人说这些一定要注意，就是里面怕是装了什么东西，晚上偷拍别人的隐私。那是因为那么多张的原因，是因为现在这个期间这个没有人订，没有，对，没多少人，然后每天都放几张，每天都放几张，就很多。也不一定了，我看每个房间都很多那个东西。好像有一个说法说，有一个中间有影的话就没有那种装摄像头的地方，这应该没问题。下次还是不要拿这些比较大型旅游景区开房间的，感觉心里面始终有点毛毛的。现在基本上，现在到了晚上啊，基本上过5分钟左右就会有人弄小卡片进来。我们之前那一堆已经扫到一个角落里面了，但是现在又来了一大堆。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卡片啊，都不一样的，有30-40种可以选择。我们之前还以为他是太久没有住了，日积月累才有这么多。现在他还真不是，还真冤枉他了。他就是一下子差不多5-6分钟就来一次，好多啊。他只要看着外面能看到这个灯是亮的嘛，他就会一路给你塞卡片。不过这也算是一个好事。他怎么说呢，跟你讲一下，李行，你想一下，如果人家在这里安装了摄像头的话，
他知道我们有一男一女在这里，他就不会塞卡片了。这样子的话，说明他这边是没有装摄像头，是比较安全的。好了，希望我们视频喜欢，主播，拜拜。